我大秀即将登场，带您一起来倒数。哇哇哇，好期待，好期待！这个灯开始闪了。Taiwan，yeah！来，各位，最后的二十秒，十八、十四、出来，哇塞，十六、十五、十四、十三、十二、十一、十。团结克服疫情，除了要谢谢站在自己单位的每一个人，包括在现场的每一个您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，保护台湾的平安，谢谢。我们可以看到360度的轮状烟火，搭配花朵缤纷的绽放，展现万物复苏，欣欣向荣。是国际舞台，绚烂美丽、绵延不绝的七彩变色烟火，象征台湾文明守序自律、多元包容、科技创新、民主自由，精彩灿烂，要耀眼国际世界。幸福美好，我们看到呢，环抱大面积的圆形，扇形的烟火的收合相当的美丽。待会儿呢，会接续以狭草的烟火，装缀爱与希望，传达我们对于世界、对人类的爱与关怀，祝福2022全世界人类幸福安好。
展翅翱翔。我们可以看到景观花树、湖尾烟火、大面积、大维度、大视角。绽放，一起迎向爱与希望，美好未来。大家新年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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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，真的很感动哎！也再次的谢谢，我们能在这边跨年，真的太感激了，太感谢了，真的。再次谢谢市长，还有夫人，谢谢市长团队。